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浮士德噩梦啦。对，上一次还念不出名字啊，那其实我上一次也找不到存档点，我就匆匆的赶去上班了。对的。那对，没有错。那记上次就有说这个游戏是一个观众介绍给我，就是玩的部分。那那名观众是我们的李亚莎讲，对。那其实他说是在粉丝专，在脸书上留言给我之后，请我试玩的游戏。可是我记得也是在脸书上啊，奇怪，怎么我找不到留言了？诶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好，那我会再看看的。对，就是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棒。那我们就继续的游玩下去看看了呢。其实上次到这里之后，这是哪里他乡？指针的是声音不断的拍打空气，仿佛世界上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会动的东西。那其实它的界面对我来讲有点一点的非常不习惯，锁住了。不管怎么看都是一片漆黑，落地窗简直像假的一样。我发现说以后我在录实况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挑那种真的之后有 schedule 的时候，因为我会非常非常紧急，之后会很匆忙，外加玩这种不确定的游戏害我有点难过，就是前面的部分还至少重跑一次。没有柴火不知道这个游戏主要是在讲什么呢？来找我吧。是找谁呢？找猫咪先生吗？而且不能跑步吗？有点慢。有一盏烛台哦，可以点火的意思。得到了烛台，配合火柴使用可恢复视野，但是无法超过界限值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有纸跟墨水要记录吗？哦，在这里。那为什么上次找不到他？因为我大概太想着要去上班了。对，那时候就是早上六点录到六点十几分，六点快十分吧。我要打五十分的卡，之后再调查一下，所以有点赶。是糖果，哦，糖果能干嘛？我们又获得糖果的道具，使用可加快行走速度，但无法超过界限值。要吃掉吗？否。我觉得现在应该就要吃掉了，有点慢。有一把钥匙剥落了一半的标签上写着一楼右廊。哦 ，OK。我觉得我们要打开道具栏，哦，道具栏是插件物品，哦，好多东西哦。发出甜甜味道的糖果，哦，等一下，好不习惯这个页面哦。哎呦，布娃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使用，要吃掉吗？是，我觉得我们吃一下好。哦，变快好多。梦的解析，梦中有时候会无法确切记起现实里的记忆，没有发生需要回想的情境就不会回想。假设做了航行的梦，要是没有特地回想自己的职业，或许就以为自己是个水手。嗯哼。操作说明：使用方向键进行移动，使用控盘键与 Enter 键按确认调查物件，使用 ESC。开启选单 ，ESC 哦，就是插件也可以。哇，这哦，我被自己镜子里的自己吓到哦。可以看着板着脸的自己。哦，板着脸，你有什么不满吗？我们可以再回去睡觉吗？看来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出去咯。这里吗？哦 ，OK。哦，进入了自动的模式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门吗？伊丽莎白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不能就这样呆站在这里，总会有个后门或低一点的窗户吧，绝对有别的出口的。
这么想着的同时，一股凉意从背后窜到了头顶。有谁？OK， 又是你。好好的跟这个家伙沟通会有效吗？那个还真的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呢。这样你还想说自己是屋主的女人吗？不是问句，只是单纯的讥讽。魔鬼软绵绵的坐在那里，那你是谁？仿佛从一开始就在等待这个问题似的，朝向这里的目光眯成了一条线。然而站起来夸张的行了个礼，我的名字是梅菲斯特菲里斯。哇哦，整个是会咬到舌头的名字啊，还好我没咬到。就是哦，这是一般那种，如果你看那种外异界小说、异世界小说设定的名字，就是这种没什么。梅菲斯特，你认识我的父亲吗？当然，绝对认识的比你还多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闻言，魔鬼勾起了微笑，脚步开始远远的绕着伊丽莎白打转。两手惹人厌的摊了开来，我是否定一切的精灵呀？长的诡异的袖子晃来晃去，像裙摆一样飘了起来。比起恐惧，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厌恶和愤怒。那个，你可以告诉我大门在哪吗？我不是说过没有那种东西了吗？可是我是从开在这里的门进来的啊。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有看见哦。你不是屋主的女儿吗？怎么会不知道门在哪里呢？这个，但我真的是要是没有人说，会有人知道你是他们的孩子吗？他们说的话你都听不懂，你根本不记得躺在棺材里的人是长什么样子，说不定他也不记得你了。要是你没有被生下来就好了。他夺走了发言权，每一句都血淋淋的浇在伊丽莎白的头上。明明是非常甜美的声音，伊丽莎白却不自觉的想捂住耳朵。然而不觉不觉离得好近。不过这样的你也太可怜了，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个条件吧。诶，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是亨利的孩子，那就是你赢了。然后我会告诉你出去的方法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魔鬼这么说着，伊丽莎白却迟迟反应不过来。证明？什么证明？虽然弄不太清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想被牵着鼻子走。可以呀，如果有办法回家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证明给你看。那可不行，这样赌局就不成立咯。呀？不小心说错了，是条件。点，就算不出去也是有证明的方法哦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对了，这里是父亲的房子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定会有照片或笔记之类的东西会提到自己吧。伊丽莎白并不想陪这个家伙玩奇怪的游戏，但如果这样就能出去的话，浪费一点时间也无妨。不过如果我输了呢？那我就不告诉你任何事情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你没有任何害处吧？是没有，那就这么决定咯。还没有回答，魔鬼就满意的点了头，然后他的脚步原地转了半圈后跳开，整个人渐行渐远。正好是屋子内弥漫起钟声的时候。哇哦，还真的走开。等一下，我该怎么找到你呀？明明上一秒还很多话，魔鬼却一个字也不应。紫白色的身影步上了楼梯，但伊丽莎白却一点都不想追上去。就算没有这个家伙捣乱，他也会自己找到出口的。OK， 又剩我们自己了。
我们被放逐在这个这个地方锁住了。哦，这什么？哦 ，OK， 你不要这么生气。为什么老鼠会咬人这件事，我可没有听说啊！哎，你可以不要过来吗？哎，也太多老鼠了吧？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天啊，视线也太暗了吧！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火柴。可是，这是什么？都没有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里还有门。一样都锁住了，好多火柴，而且刚才那个是开抽屉的音效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游戏也太精致了吧！你是哪位？你不要这样，绿色的眼睛，你们可以不要这么凶猛吗？明明是只老鼠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凶猛呢？OK。这是一种不能继续走下去要切换地图的 RPG 游戏，是不是？都锁住了，而且我很习惯想要按 Z 键，你知道吗？失眠的大地，我觉得老鼠非常具有攻击性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变身一下啊，变成猫咪的话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哦。来个附身合体怎么样？开放时间4点。说到附身，愤怒的少女 ，Are you angry? Oh, no! What the hell? Hey, 怎么了？重来了吗？因为我看到糖果。所以我死掉了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？刚才那一切该不会又要重来吧？应该是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吃个糖果，这样我们可以走比较快一点。来找到我吧。到底要找到什么呢？而且，等我一下哦。OK， 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觉得。这里又是哪里？那你锁住了？不对，刚才明明就有东西。阿努比斯，不对，刚才那是猫咪吧？这里又是哪里？我们刚才到右边的房间哦，所以就是连破掉的玻璃碎片攻击你也是会 OK。这个房子真的是诡异，而且这边的那个所以我们不能踩到玻璃碎片，对不对？糖果，好多糖果。有一片金属掉在角落里，得到了指针，所以我们需要把指针放回去时钟上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开放时间4点。所以我们只要把时钟修复好，转到4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到刚才的那个房门，是不是？而且就是梅菲斯特菲里斯先生是先生嘛，可是一直在用女部的那个他呢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？1楼走右侧走廊的钥匙哦。这里又是哪？不对，这里是我们的房间。先记个路。我们尽量不要靠近老鼠先生好了，因为他会扣血。之后应该没错的话，扣个几滴血之后，还蛮多火柴跟那个的呢。扣了几滴血之后，就会有一定的死亡率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所以这个游戏只要多调查，你基本的物资就会够了，对不对？物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想当初我们在玩 Minecraft 或是 Don't Starve 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尽量的使用物资。那时钟在哪里？
我们有听到吵闹的时钟声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放到时钟。哎咻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可以这样吗？打开物品，打开物品就挂上去。看来不是这里的时间。那我们先去一楼右侧走廊的房间，把那个钥匙先打开好了。哦，这游戏真的是我目前玩过最精致的 RPG 游戏作品了吧？它所有的时间轴还有故事人物设定，非常非常的准确。现在只是试玩版，可是该怎么说，它应该之后的完成版会非常非常厉害吧 ？OK， 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哦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弹琴啊 ？Who are you？OK， 应该是里面房间那一间，我们先不要打扰他。交际花，嗯，交际花，有东西吗？我们就尽量翻箱倒柜的吧，家里所有的糖果，哦，嗯，好像有东西卡在钥匙孔里，什么东西？结束。钢琴声越来越大嘞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哇，这个游戏也太细致了吧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要多一点人来玩的。就是其实我哦 ，OK， 就是我有发现一些事情，就像是我这种比较默默无名的实况，吃剩的动物骨头，为什么会有一堆吃剩的动物骨头？就是像我就哦，比较默默无名的实况主实况的这些比较有可能大家不知道游戏，其实会比较少人观看，其实还蛮难过。就是该怎么讲说，就是像我当初在玩怪物的历史书的时候，其实怪物的历史书没有这么的有名。后来我发现就是阿神实况之后，其实他的翻阅率他就莫名其妙的飙升了很多。对，就是诸如此类的状况啊。对啊，就是不管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实况主实况，可是游戏厉害的程度真的还是有一定的水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尿尿小童吧，看起来就很像，而且这里又是哪里？炉子里积了一滩黄色的水，应该不可能燃烧。为什么是黄色？这个，有人在这边小便吗？还是，哎，这个厨房也太脏了吧 ？OK， 看来应该是要打扫一番才能继续作业的地方，而且还有风声哎，这个。太可怕了，液体滚滚沸腾出的泡沫看起来很危险，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化。OK， 我们绝对不可以摔下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像最近我们在玩的埋葬的巴瑞啊，跟最近这一款服饰的，哦，这什么？把眼睛挖出来？为什么我要把鱼的眼睛挖出来？就是还有这一款浮士德的噩梦，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作品，只是有可能大家发现的程度还没有到这么多啦，所以其实还蛮难过自己是这么默默无名的实况主，就是不能再推荐更多更多人看我的实况，就推荐更多更多的游戏这样子。因为像埋葬的巴瑞其实真的啊，玩到至今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呢，锁住了，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感动。以从头到尾至今我玩过的游戏，目前为止每一集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游戏就是它，除了上一集，上一集根本就是分明被吓了，锁住了。从上门上，我刚才念过了，对，我又开始不专心了。
好吧，那我们就把眼睛挖出来看看好了。我觉得再一样存个档，之后挖出来，得到了鱼眼睛，没有然后欸。我已经做好这么多心理准备，就只是真的把鱼的眼睛挖出来，这样对吗？还是我们可以把眼睛使用在这里？看来不是。丢下去煮。嗯，都没有所以然吗？我们可以煮眼睛吗？哎咻，看来是不行。而且这个故事是自己要使用道具的程度欸，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好好的使用一些东西的话，其实哦，这里本来有你吗？石灰做的石膏像刚刚有在这里吗？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？这不是我的错觉对不对？ OK， 你应该不会突然间要吓我吧？而且厨房这这是饭厅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就脚步的回廊声非常非常的大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游戏细致度真是哦？不对。OK， 那其实有看到这样的饭桌，就是一点都不想要成为有钱人家的孩子。跟你的爸妈吃个饭，有需要隔这么远吗？中间就站了十个仆人之类的。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首先你好像有东西要拿出来吗？当然，得到了铁丝。结果你大老远的跟出来，你只是要给我铁丝？嘿，我才想说为什么我要退后。你够了哦，你够了哦。我好，我们只好朝着那个弹钢琴的人求救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吗？看来应该不是这里，他应该石膏像应该不会自己开门吧？维纳斯，我怎么看到臀部？这是维纳斯吗？为什么？这应该很明显的是水蜜桃吧？哎，多内，戴帽子吗 ？Who are you？有一顶帽子要拿下来吗？要的，得到了女巫帽。天啊，拿到这个之后，我就可以去拿一只扫把。这种，哦，伊丽莎白，这是我自己吗？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雕刻好 ？OK， 分碗，不对，这是分娩。嗯，我没有念错吼。之后，天啊，就是每次在玩一些地方的时候，其实会有贴心的观众，观众会纠正我的错字，就会发现原来我的国文程度越来越不好哦。这个会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妈妈之类的人吧。OK， 你们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们一定要这样吗？我觉得我被你们啊。好，你们想跟我做朋友的话，我不想接受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跟我讲。之后都锁住了耶，我想要跟你做朋友。给我女巫帽，要戴上这顶帽子吗？哦，我可以戴帽子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呢？我戴上帽子之后，我就可以操控这些仆人了吗？嘿，你去拿只扫把来。我觉得我就可以飞离这栋房子了。戴上了女巫帽，绿色的洋装。哦，我不是本来就有绿色的洋装了吗？要换上这件衣服吗？是的。奇怪，我刚才明明就没有脱衣服。哦，对啦，这个系统听说是可以使用装备道具这一栏的样子。
卡在哦，我们可以用铁丝，对不对？将铁丝推进钥匙孔里，得到了起居室的钥匙。起居室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嘿，这好不合理哦！为什么可以从钥匙孔里推出钥匙？那应该它会往里面掉，不会从外面掉啊。这个设计是难以理解。那没关系，反正这个每次在玩游戏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不合理嘛。就也有观众留言给我说，每次都是从一间出不去的房子开始的故事。的确，这又是一个出不去、没有大门的哦。犹太人叫人造人的名字，在希伯来语有初创尚未成型之物、胎儿等意思。科巴拉主张所有的字母、话语与数字皆蕴含着力量，只要超出这股力量，人类也能跟神创造出动物与人类。哦，人造人跟复制羊还是巴巴巴之类的吗？可是听说这样的实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，是违逆天的，对不对？创造生命这件事，就是见仁见智吧，就是这样。反正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明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如果要是成为神明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先打掉重练，看能不能投胎，直接有神明可以直接投胎的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想要去做神明，那我至少我一定要当个吃饭神之类，每天都可以吃好吃的饭菜。不然来个睡觉神也不错啊，就每天就睡就饱。有一张纸摊在下沉的书上，泛黄的边缘好像快要破掉了。哦，是地图，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神明，哦，这是 kitchen， 饭厅跟起居室。哦，所以那个帽子的意思是我们刚才的哦，雕像的那一间，所以我们中间还有一间房间，对不对？OK，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神明，是我其实现在想要的状态。因为我不想要为钱苦恼，之后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把火柴丢进去吗？要点燃吗？哦，所以哦，好，我可以把这个装上去吗？不是这里。三只小猪的故事，大哥用茅草屋，这是二哥用木屋。空的挂钩，所以我们要把画挂上去，是不是？就是最近我实在有点不想为钱烦恼啊，没有办法打开，但是透过窗户看得见一个水池，哎，还是水池。就是我不想要烦恼吃饭跟睡觉的事情，因为现在都睡不饱，所以脾气一直有一点点暴躁。大概是以前睡太多，所以现在来个平均值之类。以前都昏睡一整天，所以现在都是没有得睡。呀，人生嘛。儿童谜语集，玛丽是一个苹果女孩，她准备回家给饥饿的猫咪吃苹果，却在路上遇到肚子空空的老鼠。虽然很想把苹果给猫吃，但是也想给老鼠，所以分成两半啊。他把自己分成两半，哈？他把自己分成两半，这样两个都能吃了。什么？哦哦，哎，我把自己分成两半了吗？我不是那颗苹果，你 ？Oh no！ 好吧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怪物的历史书的突然死亡法哦，所以其实尽量不要死掉，对不对？如果死掉，它的所有的平均值就会消失哦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提档就好啦。你看我们刚才的那个糖果的效力就消失哎、欸，
是否？你看走路快快的跟走路慢慢的。苹果女孩，哦，原来这个是真的苹果的意思。那给猫咪，她把自己给了猫咪，但是老鼠没有吃饱，所以她只好出来吃其他人。OK， 至少比刚才还好吧。给老鼠，老鼠吃掉了玛丽，猫咪吃掉了老鼠，你吃掉了猫咪，大家都吃饱了。哦，下面的抽屉打开了，有一把漂亮的金钥匙，但仔细一摸，只有一层厚厚的颜料涂在铁上。哦，是骗人的假金钥匙，对不对？相框里有一张字条，写到了字条写什么吗？我觉得我们先远离老鼠，再看那一张字条。老鼠先生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虽然在买这样巴瑞，我们的确很爱你，可是我现在不太想理你。几张纸草率的绑在一起，上面有乱七八糟的字迹。哦，长靴的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？这一部电影可是我去电影院还有认真的看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动画片啊！穿长靴啊，长筒靴的猫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户平凡人家，爸爸过世了，留下了一屋子的子女。他把魔方留给姐姐住，把驴子留给哥哥骑。最小的孩子没有东西可以拿，只分到农场里的猫。但老三已经没有钱过活了，只能扒了你的皮去卖了。哦，什么？猫咪听见他这么说，赶紧开口了：“请不要这么做，请给我一双鞋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”老三觉得新奇，就请路过的鞋匠做了一双鞋。穿着长筒靴的猫跟着老三到了城里。夜里下起了雨，城堡的主人却不肯开门。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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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穿长筒靴的猫把尘土吃掉了。老三换上了温暖的衣服，舒舒服服的睡了好好觉，所以就代替了城主的位置了吗？看不到下文，这是什么？那你，嘿，哦，是你。果然，哇，好可爱哟！你，哦，嘿，你去哪了？你去哪了？你走太快了吧？没关系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需要再阅读吗？哦，是否？哦，再看一次的意思是，所以。猫咪会再跑出来一次吗？应该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咔啦咔啦咔啦，没有下文的故事，我想要看下文。茶还是温的，所以谁在这边？刚才还在这边吗？里面没有灯泡。哦哦哦！啊，我的血量值不够啦，我不小心摸到老鼠死掉了。没有关系，那就这一集先差不多到这里喽。是的，录了33分，现在时间也11:26了。我觉得我们该洗澡睡觉了，因为今天约了朋友聚了个餐，所以晚上的兼职稍微请了个假，所以现在还有就是难得有空闲录一下实况。可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睡眠不足啊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一样到这里喽，我觉得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或者是在粉丝专页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回复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一样下一集再见了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